海的人生，海海的花，歹歹的时机，稳稳的过，伤心伤心是暂时，人生人生的出头天。将军，今仔日是民国九十二年正月初一，也就是元始天尊的圣诞千秋的日子。地主都有村伫遮，人祈求，祈求将军保庇着有村海钓场，大事平安，员工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地主都有村特别用到水果、糖仔饼。天过甲恁方便，人恁都爱保庇。爸，啊你唔是讲二四就上新啊？啊，咱的新民怎啊伫天庭咧开会呢？啊！你拄则讲到咱咱长咱的新民，敢有听着？你甲恁母白推啦！咱到旧年无上船，海钓场同款也无上船啦，所以咱海钓场只新民有咧看。哎，啊！你头拄啊有咧放炮，啊，涂骹扫扫。爸，咱今年用迄是环保炮啦，迄炮拢免扫啦。啊，像迄炮我头吼，我可以回收啊啦。哦，你是讲嘛奇怪呢？今仔只话切音呢？啊，透早若无看到恁高姐，恁高姐到底是招待去啊？到最后透早来吼，讲伊有重要代志要处理啦，啊，讲煞都无看到人。重要的代志要处理，嘿，还是咧变三棒。先生，先生，恭喜哦！恭喜！哎，阿婆，啊，你也可以先出来海钓场啦。啊，我拄只哦，经过你的门牙口啊，看到先生讲要找爷爷啦，啊，我爸上哦叫我先生来你家啦。是这样子吗？哦，过年时啊，你嘛包一包红包给阮先生。啊，你无看到，伊手提迄包就是我给伊啊。真是的哦。你来，先生啊，你有甲破费啊？讲谢谢无？哇！从爱破来，啊，你真欢了，阮爸哦。今仔初一，啊，你就赶紧来转来外家哦。我是查某，不是查某，我再讲，今仔是初一，不是初二了。啊，是讲真正吼，你伫海钓场是爱做工课啦。啊，你今仔转来，唔是转来外家，无是啥？莫讲遐啦，人即要升官啦，伫厝边啊咧做总管啦。阿伯，你来啊？啊，你打电话讲啥物工课落啊？安排好啊，无遐。阿伯，你手婆先生是要甲你安排啦。我呢，不是，先生你婆先生。大家，阿姐来有无？来了，当着是。好，行。奇怪，阿高医生，你要是咧变三棒，那可服装啊？爸，我看山鬼鬼祟祟啦，我未放心啦，我来看卖。好。他们哦，拄拄好四脚，可能要去跋脚。我不告诉你。太缘投，一年比一年较缘投，安尼表示一年比一年运气较好，安尼运气好，跋筊运动会赢咯。财神爷，今仔日就是正月初一，是新的一年的头一天哦。请你保庇我五千元，粗皮熊，好，好安尼一帆风顺，会当赚大钱的，好。尤其啦，去卖户口，甲人咧吐气的时阵哦，卖见白拢输啦，无你一百盘内底嘛，我赢一盘嘛，较袂闹亏，对无？加减赢淡薄啦，吼。感恩啊！董事长，你吓死人了啦！死啦死啦！你食袂退就干咩惊？我哪有啦？我早就徛那边啊。董事长，是你一直细细念，无注意到我啊。董事长，退下。转！迄个财神爷，你袂算乱摸的。财神爷，迄不是弥勒佛。讲到这里，囡仔人就唔捌啦。
弥勒佛嘛是财神爷一种，就敢那哦关圣帝君，迄嘛是武财神嘛是财神爷一种。我咧甲财神爷沟通一下，希望伊祝我安尼今年安尼哦，安尼一帆风顺，啊尤其出博缴时哦，看会当赢淡薄。迄敢有效？迄我去夜车报告啊时阵，路边就摆足济呢。是啦，你甲我财神爷当作路边迄夜车咧报告的哦，无礼貌。啊，无你倒位请来。啊！你阿姐不可爱啊！啊，意思毋是拢共款。我有拜过就无共款嘞嘞，你是老板，你要怎啊嘞？总经理讲要出去佚佗，叫我招你到阮家去。啊，我无时间咯，我代志要处理啊。啊，也毋过。也毋过啥啦，我代志要处理，无听你嘞。出，别甲我搅了，出。拜托啊！好啦，破伊啊，我会甲阮爸讲啦。袂啦，我会在厝等你啦。你啦，好，再见。总经理，我话当厝长讲啊啦，阿姨讲伊袂出去。不要紧啦，等下有人要来厝内拜年，有人在嘛唔好啊。啊，当厝长伫房间创啊？伊在房间哦，一直在拜财神爷。拜托，让伊今年的博客手气好。哎呀，你要出门啊？伊跟你讲吼，等下有人要来咱家拜年啊，伊不能出去。我叫阿芬姐姐出来去佚佗，好不好？好。乖，总经理，帮我带阿公出去啊，我催你哈。嗯，好，来，拜拜。阿姨再见。嗯，乖。啊！你还搁坐遮？你是要带阿公出去佗？等下有人要来咱家拜年，我袂用出去啦。我叫阿公出去。啊，像这有心嘛，是要来拜年。唔见。唔见。今嘛是农历哦，1月1号，唔是国历4月1号愚人节咧。你甲你袂尊重的。啊，就有影恁囝啊。你看几年呢？我家生你甲恁姊啊，两个左囝，哪要倒来后生啊？啊，除非是恁母在外口讲偷生。三公是我做梦去一天，都不准带去地点啊！跟伊大肥虾。好啦啦，莫胡白讲，是破夫人后生聪明啊啦，还毋是恁爸囝？你莫较早讲的，害我咧胡白乱叫，大肥虾我都讲出来。对啦，爸，我听阮讲你伫房间拜财神爷。啊，那袂个呢？你莫继续，我毋知你在想啥。想讲即摆过年要去跋筊对无？我甲你讲啦，跋筊是心细心细就好啦，唔好想袂啊。啊无时间吼，叫我摕钱起来放人哦，我是要去。我当时要叫你摕钱放人啊！我甲你讲，我今年运气足好，我手气嘛足好，我稳当赢。你逐干嘛安尼讲？结果咧？结果我手气足好啊！啊不过咱手气比我较好啊。啊，就对啊。今年无同嘞，那过三年就有好歹照轮啦，我就输三年嘞，所以我今年一定会赢啦。而且吼，我特别拜财神爷嘞，但是来给我保庇，我有当赢。你倒一年无拜财神爷，今年这阵无同嘞，我赢啦。你也要喝啊？好，嘿哦，斟一杯给你嘿。啊，这茶哦，足烧的哦。啊，你落来放好冷，啊，伊给你滚滚来就啉嘛嘿。好来，小心哦。先生，啊，你来一直落来这，伫咧卖茶米啦，这桌卖的第七桌呢。哦，啊，我伫遐办公室遐咧整理下班啦。啊，今日寒寒吼，我想讲吼，用遐大个杯吼泡一下茶，啊，啉烧茶较袂寒啦。先生啊，您爸比到底是咧变啥人啊？他鼻子刮掉，你也报警他。先生，不要报警察，这新嘉年头啊吼，和爸比去认识一下无要紧，啊，袂使挂上布道呀吼。伊就电话来了。喂，嘿，安迪安娜，跳，
有啦，先生在这啦。我就知道你会无聊哦。好啦，安尼我先带先生来转啦哦。先生啊，阿嬷吼讲伫厝里哦，家己一个人无聊啦，讲叫爷爷都爱带先生回家，啊，讲要去庙拜拜，好不好？喂，你头拄已经来骂七拜第二去啊嘞，七拜阁骂第八拜啊嘞，你到底是咧比啥？啊，我走到楼梯头遐跌倒啦，啊，地皮全落去啦。卖落来怎？是毋是规顶拢就伫个办公室啊咧跌跤？我跟你讲哦，新家里头算忙算无要紧，算到初三过开就未使阁甲恁卖算啊哦。爸，你好神哦，啊，你我规工拢无来。喂，唔正惊，唔正惊。哎，啊，跋筊也无当，地米哥用个当的。是初八你才客囝呢，啊英爹是初八你才个查某囝，伊还叫伊在坐唔得着。啊，歹势啊，叫唔叫啊？伢伊从娘叫姐姐。对。哎呦，碰阮呢啊！啊，我就较早来交代讲，囡仔你唔好甲伊讲话啦，你话讲话拢甲你同款人硬哦啦。嗯。啊，硬我看啊，啊无变我啊。来，从娘阿妈甲你讲，叫姐姐。啊对啦，安尼就标准啦啦，哎呦，啊恁来啊哟，我们要恭喜哦，那你上恭喜哦，恭喜恭喜恭喜，啊聪明啊，啊你莫跟你干爹讲恭喜哦，甲干爹讲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哎呦这样子好了哦，哦彭文啊，欠他哦，你搞我聪明啊，大家真搞恭维哦，我不要紧，给我营业功能哎。我从明出钱看起嘛，有缘分是拢去看的耶，高兴哦。你嘛，你讲啊，你讲，无安尼关系啦，你搁解释一下啦，吼，啊，同款哦，我来认做客囝，啊，有缘分就拢我出。有听无啦？啊，你著较过来生的哈，钞票你啥，我要来斗饲啦，加洗几个呀。妈妈，哎，天价十二天呀，你还要房钱呀，哎，歹势呀。我到底歹势是啊啦，你无食到这么侪，唔同款，不管是想要嫁，啊，你无就你歹势啊，啊，你是你歹势是。你阿你送，你阿个讲起我真难搞。啊，敢无影？见摆看到饭，个面色敢好心看到屎，我恐怖个。那恁先来，让你斗开心啊！我是唔敢甲饭个害哦。喂呀，哇，啊你今年过年穿个遮水着？爽面，过年时啊，当然穿个水个啊。啊，若碰好，今年我好过年的哦。迄后进投资的大家子，那500万摕倒转来哦，伊拢嘛跌落，哦，拢嘛伊咧处理的。哎呦，哪会有啦？嘛才几十万啊尔。哎呦，讲到钱我想到，碰好尔，啊，伊毋是要包一红包阿强？哎，啊，哪会无看阿强啊？阮阿强阿好出去佚佗啊啦。哦，阿强无伫个，无紧啦，我代伊收啦，来。你给我阿强的红包啊！哎呦，感恩啊！这顶阵的红包呢，你也想要要哦？叫我吃啦！这好聪明啊，阿大汉啊！啊！给你！阿英歹势啊！阿舅阿要包给阿强，阿舅妈要包回来。无要紧啦，收来啦。嘿啦，过年时啊，摕一个红啊，对不？啊，是做小朋友较好，拢红包会当摕，亲像我拢无，足可怜啊！草莓啊，你上，我有准备一个红包要给你啦。不要不要！来，祝你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感恩啊！啊，在这里播。是包我这个。200块尔，你包200块我。啊！我特别拢看你甲英弟啊，摕200块做所谓啊，啊，这不是你的工程介绍？红弟啊，
哎呦，你不是讲要甲先生洗一个脚手面尔，洗遐久？洗好了。啊，洗好了哦。来来来，这里好啊。那等咱今仔日去遐尔个所在拜拜啦，啊，咱先生啦，啊，不过安尼一手一面啦，我甲洗一个手面尔，你伫休息咧休息。我爱甲你讲。啊，他即摆正经甲你问，你来应安尼啦。今仔日是正月初一呢，即摆嘛才拄暗尔。人讲个新正年头啊吼，袂用叫面唱，啊我是你个，阿你是哪叫面唱啊？歹势啦，啊无吼，我即摆轻声细细阁讲一届啦哈。有出来啊？啊我到底来底甲先生洗手面，啊你叫我有啥代志哈？通第一啊，啊煞唔知影吼，咱从透早就去海钓场啦，啊去海钓场煞了吼，阁去足济金庙个拜拜，啊到即摆已经暗啊，咱才踏入门，啊是安怎咱拢无看到蓝怪英啊？母亲嘞，你加一岁啊呢？啊，那食愈老愈烦顶。啊，昨暗咱围炉出来时阵，外爷毋是甲你讲，讲伊今仔早起要甲阿娇去台北佚佗，啊，较暗才会转来，你袂记啊？哟，有影，加食一岁哦，迄头壳哦，他加足无头神的。阿奶哟，四岁呀，阿弟，恭喜哟！恭喜恭喜恭喜！哎，恭喜恭喜！啊，你去佚佗转来啊？哟，拜拜啦！哦，胖妹啊，嗯，啊，你到胖妹呢，到带恁聪明啊，去聪明啊，行村了。嘿啦。嘿啊，啊，我用带聪明去聪明行遐拜年呀，啊，是好叫我食红卷呀。哦，恁已经伫聪明啊食饱。哎呀，怕算啊！我想讲看到恁哦，要叫阮红茶这边走开两两行啊，才通我请恁讲。海海的人生，海海的花，歹歹的时机，稳稳啊过。伤心，伤心是暂时，人生，人生的出头天。